来吧，展示。我拽了一下，拽就带到电线上了。我刚刚好像就是在这边钓鱼的。那刚才给我吓一下，鱼也跑光了。你要吓它干嘛了？我失误呀。没有，是把鱼往这里吓一下，吓完以后马上噌的一网爆网。这网肯定要打好，得打高。这网是大力马线啊，大力马线。真的敢走这个？嗯。咻！我觉得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就是在这里闪到腰的，我又腰有点疼。好，这网也可以。一开到底。这网也可以。感谢家人们点的小心心啊！哦哟，蓝明哥，你这就不地道了，啥叫把你累死呀？对不对？喝水这种事儿，你说是不是？现在点还没到，看来是没了。看来